要怎么更靠近你的世界。好多希望，那么遥远的你能够看见我小小的心愿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我的问题就是我一紧张我就会这里很紧绷，然后还有那个节奏的问题，就是我会有点犹豫，找情绪没有特别到位，老师蛮辛苦的。我觉得我们的氛围还是很积极向上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把这首歌完成好。这首歌是一首很甜的歌吧？还是你们谁觉得它很苦涩？我觉得有一点点忧伤，有一点点苦涩。为什么？爱而不得，就是暗恋的痛苦。暗恋是痛苦的还是甜蜜的呢？可是老师，我不太了解，因为我喜欢我就会直接去跟他说，哎，我喜欢你。他不喜欢我啊，那就算了，拜拜。那想起他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？拒绝我，我就不开心了。你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心里有想一些人吗？大家应该都有第一次喜欢的人吧？好，有些没有的，这个没有人就很难办了。但作为一个过来人啊，回想起心酸的时刻，其实整体感觉还是甜的。对，很多时候，可能你会觉得暗恋很痛苦，或者怎么怎么样。怎么变成我的情感分享？就是我听我的朋友们说啊，就是可能我的一些谈过恋爱的朋友们说，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在当下的时候很苦很苦，但当时间过去之后，你会觉得那段回忆很珍贵。所以希望你们心里有一个人，他也不一定是个真实的人，但要有一个人。那怎么样表达出来呢？笑着唱。对，我们唱一下吧，好吗？